Yeah， 吃瓜房。他是不是那个有长进是吗？嗯，很上进的名字。真的很。很有长进。很有长进哎，这是个好名字，这是个好名字，真的。今年这个沙发好像舒服一点。谁？有人进来哦。哇。第二位选手开始选择。谁？哇哇，拥抱了。啊，那我会那我会了吗？是那我会了吧？是。OK， 那我会了。哇，确实有很大几率要抢人了，我跟你说。你看。咱们 ice 果然是选手，你看他有奖金就很惨了，他要自己一个人唱一遍。请制作人前往彩排现场。绅士，就一上来就很渣，也非常适合那我会去驾驭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他去驾驭这首歌。真的，他怎么？哎，好黑啊！对，好，对，你好。然后我觉得最后这一段啊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但我想让它长一点，长的，就刚好再长一倍就行了，一倍是吗？对，可以，我觉得那样会更有那个劲儿，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就准备那个多两个伴儿，有多两个伴儿就可以了啊。这说是一二三四，一马平川，我敢于挑战和坚持交谈，到人生顶端，我热情火火，一秒之胆人，我的名字也不存在平凡，因为年纪年轻，敢于奋进，你能够实现梦想，重在开心，我像个骑兵，我头脑机灵，敢做敢当，从不留匿名。对对，我们找小一个点子是吧？对对。我觉得那样是特炸的，最后一张炸的，最后那一下挺狠。对，因为明天不是观众他们投票嘛，现场气氛也挺重要的。对，估计他们那样的话就会挺好的，够，好，特别好，够，够。我跟李荣浩老师这次的彩排 ，ice。然后呢是这样的，因为其他人也有不错的 beat， 一会儿我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意见，你看你哪个还想做，因为你都大概有准备了吧？有准备，好，这个已经保底了啊。这已经有保底了啊，这很好啊，太好了！要，要要要要！敬军庆，放 baby。Future Bay。OK 啊。等一下再听听看，因为那个他非常适合，他这个旋律跟他现在非常非常适合。你把他那个 reaching 的那个 speed 调到大概15左右，就那个速度敏感到15左右就会很好。很适合他，哎，亲爱亲爱亲爱，他俩就感觉像小情侣嘛，对，挺好，挺有默契，挺有默契。你们两个好像，我说好 ，Hello， 加油，你准备好就可以唱你的这个歌了。这个也很阿姆啊，这个更阿姆啊。对，我刚刚立马跟他讲，你就过来了。那我哥绝对会炸这段，但他好紧张，感觉他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适合哪吾克热，干嘛？换过来对你们没有好处啊？没有，对你们有好处。没有，我想一下，想一下。的试验彩排全部结束。你现在个人对跟李荣浩他的合作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挺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的，它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那种。对，它旋律走向各方面都不是特别的燥。对，你的 flow 其实我觉得是加分的，因为你的 flow 把这首歌给带起来了，所以我就说这首歌其实他们刚刚问我，我说肯定是你要更加适合，相对于 ice 来说的话，我觉得 ice 这首歌里面就太中规中矩了，就没有什么特色。哦，跟你对我是又爱又恨哈。OK 的，还是不错。但感觉现在确实是。哎呀，混乱了，就是那我磕着到时候如果那边不行的话，这就尴尬了。那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真的连续两次了。再说给你听，有长进，可能第一遍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台上可能比较紧张，第二遍两个人选台一下就感觉有自信心了，然后唱的也比之前好了很多。好配呀，好配呀。那一段真好，后面那一段好，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？
前面其实略平了一些，后面是说乐队是比较帅，对，是有那个，其实那个乐队他那一段因为比较紧凑，他、这个其实比较长，感觉啊，就是爆点在最后那一下，真的是，对，他最后是慢慢的又要，就是另外一个一开始就很炸，对 ，Chris， 嗯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很好，不会啊，我会跟你抢那个人啊，干嘛？你们爱吵就没事了，你以为 OK 啊？然后他就选那个李荣浩，跟你说，开玩笑，这是比赛 ，OK？ 你想好了没啊？你想哪一个？这个？I don't know。OK 吗？想清楚没想清楚啊？需要喝点水，你觉得呢？两个都有好的地方，不一样。你哪个唱的舒服吧，就这么选吧。我两个都舒服。两首歌我觉得都很好，哪个是你更有自信、更舒服的呢？然后他跟我说两个都舒服，所以我说那你就跟随你内心了。Hello。有就我觉得李荣浩，对。对，有长进。他第一轮唱的时候，不是谁都没跟他唱。对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第一轮的状态跟第二轮状态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对，我觉得两个都很好。是，我觉得唱哪个都会过。你看你怎么想？按照抽签顺序，互选成功。希望与李荣浩进行。那我可是第一次跟他合作，都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他还是挺喜欢跟李荣浩老师做的那一段的。半决赛的比赛现场前来助阵，他们请慎重投票，选解锁年轻力 ，hold 住大场面，非凡之战即刻引燃。他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，包括后面几个 ad-lib 彩排都是没有的，抓住那个 auto-tune 以后非常的好听，质感非常的好，那个就是好的表演，你知道吗？这首歌充满了机械感、未来感、科技。我是你要的绝美，有没有歌请你要听。我个人是觉得，我觉得表演很燃，然后也很完整的舞台，然后李荣浩老师啊，厉害！今天我觉得比昨天那个副歌的表现更有感染力。他的副歌其实起来的挺厉害的，加上灯光的渲染，其实气氛反而没有往下走，而是提起来了一些。然后呢 ，Ice 他前面其实拍子是有些不稳的，像狗哥说的 Ice 的第二段的部分有点太用力了。接下来。有请那五颗热有长进。想有多少但从没比谁谁打倒，这天多走我的皇冠也不被发，我表现不差，与其记住别提过往，你的灵魂面前必收。 Hands on everybody、yeah. 太棒了。说句实在话，那五颗热这个，如果光说说唱的技巧跟各方面来说的话，在现在比赛里面，他绝对是基本上是最强的。我可以这么跟你说，我这句话可以很自信的放出来，他就是中国版的 M&M， 真的。我觉得有长进，非常的投入，非常的放得开，很棒。谢谢。但是那个瑕疵对我来说。即刻俊逸还在努力，其实也没错啦。 If I let you， 他现在都好稳，我以为你们就把音乐剪成这样。他如果再来一遍，再演一遍吧。其实我们都在后面的音控大师吗？还是怪我们吗？也不太对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常常在发生，对于每个演出者都会经常发生的事情，希望大家以专业的态度去处理这件事情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职，对吧？我们就要去处理这些事情。我觉得他们表现也挺好的。我觉得就是很多 respect。只是我听到第二遍的时候，我跟热狗提，
他们唱两遍，那会不会对我们来说不公平？你知道吗？对其他歌手不公平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讲？放轻松一点，中国新说唱，你最后四个人了。如果每个人都要是跟 DVD 一样的，现场拥有投票器，不太担心那五颗热。解锁年轻力，直接进入 vivo。他在340，我觉得挺开心的，因为是大比分第一啊，是听众的肯定啊，对啊，嗯，很开心。组制作人，接下来有请三组明星制作人做出最终选择。我的想法可能跟你们有差别。因为两位都不是我战队的，其实我都没什么交集，就是没有什么时间跟他们沟通也好，跟他们聊也好，跟他们甚至跟他们认识都基本上没有机会。其实我还是非常欣赏每一位认真在做音乐的朋友的，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，你的背景是什么，唱得好与不好，我觉得这颗心很重要。我也感谢你们有这份心，能够一起去帮助我们大家去一起去真的推广，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华语说唱，所以这点我觉得你们很棒，真的。我今天要把这一票我投给Lexi 是我从上一轮开始就发现他越来越强的一位选手。从彩排我就说 Lexi 这首歌非常的棒，而且驾驭的非常的好，最后竟然还弄出个爆点出来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周汤豪今天的表现我觉得也是本赛季里面表现很不错的一次，但是他唯一可惜的是，我觉得他的风格上面跟之前的曲风变化不够大。到现在为止，他的炫技的风格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极致了。他的选手